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63页倒数第五行，往生果德。请看经文：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，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功德智慧，次如上辈者也。这终辈往生的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七人临终，这个修行终辈之因，这个人当他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化佛的光明相好跟真佛没有两样啊。这些地方我们读诵的时候要留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到临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我们会看到的佛是什么样子啊？跟真佛一样，云中钞里面优希大师的著作阿弥陀经圆中钞，大师告诉我们，真佛者弥陀之应身也，化身则从应身又变化其身而来接引，
这是游戏大师告诉我们，这是说化身从应身变现出来的。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可以说应化身从来没有中断过，而且呢，这个身不是一个两个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为什么？设法还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国土、诸佛如来的报土，无量无边的，无有穷尽的。每一尊佛教化众生，没有不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。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络绎不绝，不分昼夜，分分秒秒，无量无边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阿弥陀佛化身来接引他，没有佛的化身接引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，你去不了啊！这个地方显示如来果地上的神通广大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更应当要清楚的，我们要能体会到佛的加持功德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就是经上讲的四十八愿，还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的加持，佛慈悲也加持我们，把我们的能量提升了，我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就仿佛跟佛差不多啊。佛有这么大的神通，我们也有啊。从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一直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，智慧、德能、神通无不具足。具足到什么程度？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。佛化身是接引大众，我们化身干什么？我们的化身到十方世界，这里头还有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到十方三世佛面前修供养啊，供佛、礼佛、
学佛，无量无边的大佛，很快就修成了。不但修佛，而且还听佛说法，每一尊佛说的话不一样。你是以无量无边身，离无量无边佛，听无量无边佛给你说法，你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，你把诸佛如来所证的究竟大法通通学完了，毕业了，毕业就成佛，就证得无上真等真觉。这个地方要不要去？你要发愿求生，你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智慧之人。为什么呢？你选择的道路正确，真成就了。如果要不去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你在轮回无量劫，你学佛也要无量劫，无量劫的辛苦经营都不及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比不上他。下下品往生克期求证，他到极乐世界他知道我往生到这来了，什么时候成无量正究竟圆满的果位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清楚了。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，不去你就糊涂到所以然了。怎么去？依照这个法本修行，这部无量寿经是我们的介绍啊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，也是我们的保证书啊，是我们的护照，是我们的签证，就凭这本书就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就能见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的学生。啊，决定一生，没有第二生，极乐世界人无量寿，决定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会疏里面说，具如真佛者，啊，就像真佛了，如观心中说，啊，观无量寿佛经中讲的，上辈三人，上上品，上中品，上下品，这三类的人，临终的时候戒言阿弥陀佛，戒于化佛了来引此人，
故知正佛。为什么？跟阿弥陀佛来接引的不是旁人啊，是诸佛如来，不是菩萨，是诸佛。那么阿弥陀佛不是正佛，怎么有这么多佛在他周边啊？这个三辈往生的人，上中下三辈都说见佛，以及还有化佛来迎接，故知正佛，是上辈所见之佛，于列上可知。啊，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，也决定往生，因佛住身不异，不异佛的真身，佛的应身，佛的化身。是一不是二啊？为什么上中下品见的不一样？这个里面我们有例子可以知道，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那一次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认识了深一法师啊，在香港出家人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位好法师。他修禅啊，他是禅宗道场，邀请我去看过，当时还有40多个参禅的出家人啊，在禅堂每一天坐香啊，我看到了非常欢喜啊。真正我们念佛修行是念佛堂，他们是禅堂，禅堂是盘腿打坐啊，坐香一支香，一支长香是1.5个小时啊，2支香就是3个小时。我很佩服深一法师，要我给大众讲开示啊，我对于禅宗赞叹，对于道场赞叹，对于深一法师赞叹。我们永远记住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生。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。善财童子53参表演给我们看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这个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传来的。赞叹法门就是赞佛，回报法门就是报佛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不很深，应该能体会，能觉悟啊。所以时时刻刻赞叹三宝，赞叹修行人啊。圣一法师告诉我，他们有2个法师，香港2位到大陆去，朝观世音菩萨的道场
啊，那么道场有一个观音洞啊，很多人都去拜访，在那个地方礼佛，求观音菩萨现身。啊，大陆上有一位法师陪他，三个人一道，拜了半个小时，观音菩萨出现了。欢喜，三个人都欢喜，见到没？你见到没？见到了。啊，你见到没有？见到了。三个人都见到了。啊，见到的时候他就问了，你见到什么样子？圣依法师见到的，像地藏菩萨这个样子，戴着有帽子，金色，全身金色，放金光，啊，金色金光，啊，他们看了半个小时，时间很久啊，在外面礼拜。啊，另外一位法师见到的是白衣大师，不一样。啊，白衣像平常看的画画画的一样。啊，还有一位法师，大陆的法师，见到的是出家人。啊，是个和尚，是这个样子。三个人见的三个像不一样。就像往生极乐世界最后见的，见真身，见应身，见化身。啊，是不是阿弥陀佛故意现这人？不是，阿弥陀佛没有念头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念头。你见到的是什么形象？是你的自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那么他们三位法师去拜这个朝音洞吧。啊，见到的观音菩萨三个不同的神像，说明这三个人修行功夫前身不一样啊。啊，圣依法师见到戴毗卢帽，啊，地藏菩萨戴的那个帽子叫毗卢帽。啊，全身金色，金色金光，啊，白色白光，放光啊，不一样啊，啊，这一桩事情，黄念祖老居士在《进修皆要报恩谈》有论述，啊。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，或者听这个光碟，你就听到了。啊，鼓励我们，我们要用功啊！啊，圣依法师往生了，非常可惜。啊，他在生病的时候，我去看过他一次，以后就没有再见面。啊，非常难得的法师，我在香港讲经，那时候讲经四个月，只有他一个人。啊，劝导他的信徒，他们寺庙的护法来听我讲经。啊，别的道场法师来听，信徒没有，只有他来听，他把信徒都带来。非常不容易啊！只要讲得如法，不要有分别。那一次我讲楞严经啊，楞严与参禅有关系，与禅宗有关系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明，这个地方临终见佛见的相也不一样。见的戒引的相，这个差别，也就知道
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啊，如果有佛阿弥陀佛还有十方化佛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了，决定是上辈，只有上辈上这个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有佛化佛啊，中辈没有化佛菩萨，啊，声闻缘觉，啊，下辈，底下我们会念到，啊，下面这一章啊，就是下辈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，以觉往生，决定往生，因佛助身不疑不疑啊，见到化身佛跟见佛真身没有两样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随化佛往生安乐，主不退转，有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者也，上中下三辈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都能争取到。往生的人确实有一大半的人生前用功啊，帮助他品位提升，那我们的根性智慧不如别人，我们造的业比别人重，自己认真反省检点，人要有自知之明啊，更新每一天读经对照，不但上辈我们做不到，上辈要明心见性，要大彻大悟生死摩陀啊，中辈生方便有余土，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，我们也不容易得到。换一句话是，六道凡夫去往生，大多数都是生在凡圣同居土，就是下辈，也不得了。那中辈往生见到化佛阿弥陀佛的化佛，见到观音是智啊，有时候只见阿弥陀佛没有见到观音是智，甚至有时候只见到观音是智两位来接引也行啊，西方三圣来一个都可以啊，或是见观音或是见世智都可以往生，都不要怀疑啊，三圣来接引啊，我们平常念佛念得多，念观音菩萨比较少，念大势至智菩萨就更少啊，但是都是一样的，没有高下啊，用平等心来看待啊，是我们自己功德智慧不足啊，我们见到诸佛菩萨心里就很清楚
很明白，下面这一段又观经中品三种往生啊，戒为言发菩提心，生极乐后，所谓正一切声闻，声闻成苦，如中品上身，化开呢，皆得阿罗汉果。中品上身啊，这个就是四土里面方便有余土啊，方便有余土里面中品上身啊，中品生方便土，上品上品生十宝土，下品生凡圣同居土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莲池欧耶大师是我们学佛人，特别是净宗，我们对这两位大师佩服到极处。他们是明朝末年人啊，莲池在明末，欧耶大师是明末清初，他出生的时候是明朝末年啊，他往生的时候是清朝，他跨两个朝代。你看这个《弥陀经》疏钞，莲池大师做的，《弥陀经要解》欧耶大师做的，印光大师对这两位祖师的佩服到极处啊，尤其对欧耶大师的要求，说即使古佛再来，给阿弥陀佛做一个注解，阿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，赞叹到顶头了。我在新加坡有一次，演培法师请我吃饭，啊，是在一个素食馆，那素食馆叫灵芝，在新加坡很出名。啊，他只带了一个侍者，吃饭就我们三个人。啊，他问我，这是净空法师，我今天请你吃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说我没有神通，我还不知道。他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我说我不敢当，他是我们的老前辈啊，老前辈里面呢年轻的，他只大我十岁。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印光大师对欧耶大师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，问我这个问题啊。我告诉他，我说印光大师的话是道道地地的老实话，一点都不过分，真是如此啊。演培法师他学唯识的，对唯识的经论讲的很多，著作很丰富啊，都过世了，他好像是80岁过世的啊，很可惜，
我们佛门的损失。过世之后没有后继的传人啊，那个时候他在学为时还有个老师，他走了之后想学法相为时没老师了啊，法相为时没老师不行啊，很难啊。啊，贤首天台三论没有老师还容易，法相没有老师不行，一定要有老师啊！所以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！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跟印光大师比不上，这也很大的距离呀、啊。那我跟李老师相比也差一大截，这一代不如一代 啊那我的下面再要有他跟不上我，比我又要差一代，这怎么办？这是佛法的衰相，五代之后就完了，要怎么传？要一代比一代强，后来居上，这佛法就行了。有没有努力？努力就有啊。跟我学的，我现在知道有两个人会超过我，啊，一个是刘素云居士，学无量寿经的，他那种精进功夫，我比不上他。他修学这个会集本，他就是一本，一生永远不改。啊，每一天读十遍，读了十年。啊，十年念书了，念一遍多少时间？半个小时，一遍就念完了。啊，一天十个小时，念20遍。一天念20遍，念多久？又念了10年。啊，大概到去年吧，满了10年。无量寿的功底，我比不上他。啊，他有没有开悟？肯定开悟。大彻大悟，我不敢说，大悟一定有。啊，10年小悟，20年大悟，啊，他的功夫没有间断的，啊，到大彻大悟，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非常有可能。海贤和尚真的。海贤和尚之后第二个人啊，在家居士啊，我这个人一生有一个好处，喜欢别人比我高，喜欢别人比我好啊，我将来在佛教学校开课，学校聘请我，我开什么课？开无量寿经。斯里兰卡有一个龙溪大学，这是我发起，把它建成。
将来这个学校也请我开课，我自己不去，年岁大了，90岁了。我叫谁去带我上课呢？我叫胡晓莲带我。我叫刘素云带我，带我去开课。我会告诉学校，会告诉学生。他虽然是跟我学的，他超过我了。你们跟他学，比跟我学强。你们学成了，我跟你做印证。一生的长处就在此地。发现人才，发现真正用功，我佩服，我护持，我全心全力帮助你。我不会障碍别人，我不会嫉妒别人，欢喜，替佛教欢喜，替世尊欢喜，替阿弥陀佛欢喜，替一切众生欢喜。所以我是来当护法，把下一代带起来，下一代超过我，佛法才会兴旺，一代比一代强，佛法叫大兴了。一代不如一代，佛法就会灭亡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认真修学的。那我们看下面中品上生观经上，我们这边是中辈上生，我们这边用辈没有用品，观经用品，上品就是我们上辈，中品是我们中辈，下品呢就是我们下辈，这就完全相同了。中品上生，花开见佛，证阿罗汉果。中品中生，七日花开，得须陀洹果，中品中生的。须陀洹是初果，他要在那修行半劫后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寿命无量啊，寿命无量劫，那半劫不算什么，不是很长的时间，他就成阿罗汉果，也就变成中辈上生，他就进入上生，再慢慢向上提升。中品下生也是七日后的须陀洹，往生到极乐世界7天以后就证得须陀洹果，也就是七日花开。七日花开，他跟中品中生是相同，但是证阿罗汉果的不一样，过一小劫成阿罗汉，那么这是小乘圣果，
善导大师说，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，上善凡夫人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中品中生是小乘下善凡夫人也，都有小乘根基。那中品下生是世善上福凡夫人，佛报是上品的佛报，大佛报。什么是上品佛报？无论出家在家，护持道场，护持修行人，这是世间上福。为什么？你护持这个人，他真活了。你看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们是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，而且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，七日花开，半截就成阿罗汉。这是小乘果啊，证阿罗汉呢。中品下生，七日证须陀洹，一小节成阿罗汉。前面中生的是半节，半小小节成证阿罗汉果，这个要一节。一小节证阿罗汉，成阿罗汉。善导大师这个开示值得我们参考。小乘圣果。那么善导大师说，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，上善凡夫人不能不修善，不能造恶，造恶跟三恶道相应。修善跟三善道相应，修善而求往生，那就是极乐世界的上善。就是现在善导大师所说的小乘根性的上善之人。善恶的标准是什么？十善业道是根本。那么念佛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更善的。念佛求生净土就不是小乘根性了，大乘根性。大乘根性的上善凡夫绝不知阿罗汉，菩萨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应该努力向上。我们不跟人争，我们能修到多高层次就过高到层次。目的不是争取地位，地位高下，品位高下，不再争取这个，我们在弘护正法，劝导众生
我们干这个。啊，我们自己往生，我们希望人人都能往生。往生的利益我们知道，许多人并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对于往生的功德利益，都是半信半疑。啊，我们做出来，让他有信心，这功德就大了。所以做榜样，啊，海鲜老和尚早年就成就了。我看他的碟片，读他的《咏思集》，我的体会，他应该在40岁左右的离业心不乱，30岁左右的事业心不乱。事业心就是阿罗汉，离业心就是法身菩萨，他随时能去。啊，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，他向阿弥陀佛求过，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佛笑着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表法，做个好样子，给学佛人看，给念佛人看。所以他证得之后，完全是表法，不是他的寿命，是众生的福报，是如来给他的延长的寿命。啊，与他自己寿命不相干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我也跟同学们说过，这个并不稀奇，他得到佛法加持，我们也能得到，只要真发心。啊，舍己为人，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啊，没有自己了，在这个世间活一天，表法一天。啊，我的寿命，啊，多少人给我算命、看算卦、看命，40岁啊。那现在又加了45岁，这个加了是阿弥陀佛加的，这不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。既然究竟加多长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每天都做往生想，我每天都想我死啊，但是留在这一天，我要做一天那个工作，什么工作？我就表这个法讲经。啊，如果身体很好，体力虽然年岁大了，体力正常，没有毛病。啊，现在就是这个音声响亮不及从前。啊，如果我的声音要恢复到跟年轻时候一样，我心里有一桩事情，华严经没有圆满。啊，这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。我想把华严经讲圆满。华严经讲圆满至少要10年。啊，不能像从前那样细讲，要照以前我那种细讲，那要讲20000个小时才能讲完。啊，为什么？这部经真的开心法师全国，大陆上的法师全国，明山老和尚
韩馆长的时候求过我，希望我把《华严经》讲完。我要不讲，以后没人讲了。这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也希望有人学华严、学法华，把显首宗、天台宗带起来。啊，真正有学华严、学法华来找我，我们开小班。小班就是一个人班、两个人班。啊，我怎么教你？我教你念华严经，念法华经，念一千遍来找我。没有念一千遍不要找我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基础，没根底。啊，一千遍念下来之后你会有悟处。啊，我会帮助你，会成就你。啊，唐朝时候六祖大师麾下发达禅师专攻我法华，读法华三千遍。法华经很长，只有七卷，但是每一卷分量都很大。啊，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遍，七卷。啊，三千遍要念多久？要念三四年的。啊，不止哦，还不止。一天念一遍，一年360遍，10年3000遍。啊，见六祖，六祖一天他开悟了。啊，他要没有3000遍《法华经》的弟子，开不了悟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啊，今天刘素云、胡晓林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胡晓林3000遍大乘起信论念3000遍，来告诉我们古大德所传的这两句话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这是方法。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是理念。啊，就一门把它念上3000遍，这是你的根底。没有这根底学不出来。啊，你要是没有环境读经打这个根底，我可以帮助你。啊，我可以供养你。啊，让你有很理想的读书环境。你好好去念。啊，甚年像这些大经3000遍读下去之后不一样了。法喜充满了。智慧开了，福报也会现前。啊，那么上面经论《观无量寿经》所说的，《往生论》上所说的，好像呢跟无量寿经讲的相违背，那不一样。本经中辈皆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行人，
道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皆不推转于无上菩提。这净宗法门呢、啊？净宗法门无量寿经是核心的，大经的 啊。观无量寿经是我们这个经的补充，弥补着不足的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是方法。他说了十六种方法，叫十六观。啊，理论他说出来了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这两句话无量寿经上没有。啊，观经里头有，就你为什么这么快能成佛，就是你本来是佛。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所以你恢复成佛不难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但是一定要走成佛之道。阿弥陀佛才能帮上忙。你不走他这个道路，他帮不上忙。虽然是心是佛，你也没有办法成佛。啊，你要遵守阿弥陀佛的方法。啊，所以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通通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观经上讲的往生论上讲的没有完全讲发菩提心，这个经上是这个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三辈都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我们要以这个为准。那么净严书，隋朝慧远大师的著作。他给我们解，他解得很详细啊，甚为详善。疏语啊，这个疏就是慧远大师的小疏啊，我叫小慧远啊，他的注解《天亲作往生记》就是往生论，往生论上记述。二乘皆不得生也，说得很清楚。观经宣说小乘众生也得往生，其意云何？啊，天亲菩萨往生论讲的不一样。有人问净严大师，啊。净严大师的回答是：二乘中不得生者，就此过中往去时说，小乘众生心虽细小，临欲去时要发大心，方得往生。若用小心求生彼国，无得去离。啊，为是天亲言二乘众不生，是讲说往生的时候，往生那个时候，你临命终时，你是小乘心，你不能往生。如果平常修小乘，往生的时候发心求生净土，那就是大乘心。啊，大乘心就能生，是在这个时候说。啊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小乘先学细小，临终的时候，他发了菩提心。啊，什么菩提心？要解讲得好，真心真愿，
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真正相信极乐世界，没有怀疑，真想往生，求往生，这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。这不是小乘所以他就能生了，在这一念之间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佛就现身来接引他。所以在往生这一刹那的时候，你本来是 求生净土，到这个时候对这个世界情执放不下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往生能不能往生？在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是真的，心愿持名，符合这四个字。欧耶大师说的，决定得生。与这个四个字不相应，不能往生。平时念好。不念也好，临终决定要念。但是平常不念，临终会念，这个缘太少了。临命终是有人一口气还没断，有人提醒你，你一听明白了，万缘放下，真心切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两声阿弥陀佛都能往生。那我们要用这个，那会让非常侥幸的，你临命终时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这个机会是大福报啊，无量劫修集的大福报啊，在这一时享受啊，这一刹那间有人提醒自己真心，那就真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答。问云：若言去用大心，这最后一念大佛菩提心的，何故至彼证入小果？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证果的时候，花开见佛，他是阿罗汉？这底下解释：尤其本习小乘多故，本在此时，多学观察苦、无常等。这小乘人。他是世世生生多劫以来都学小乘，都观苦空无常，这个习气很深，阿赖耶的种子很多很坚固，到极乐世界还起现行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六尘都说法，有没有说小乘？有，说苦空无常。为什么学这个？因为有不少凡圣同居土往生的，他是发大菩提心去的，但是那个发心是临时发的，是临终受发的，对极乐世界深信不疑，对阿弥陀佛起向往的心。因为这个时候这一念心到极乐世界，但到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，佛宣讲经说法是跟人的习性有关系。你想听什么经就听到什么经，这要养成习惯，不要养成小乘习惯。这在中国人大概不会，
在南传的可能很多。我们相信，为什么？中国已经把小乘丢掉了，用儒道代替小乘，所以中国人念佛经都是念大乘，啊，没有念小乘，啊，南传有，南传可以说活在这个世界都是学小乘经论，是我们大藏经里面四阿含，他们就学这个。啊，所以你心里这个印象很深，常常会想起来。哎，你在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说法，说小乘经。啊，所以实际是弥陀世尊说法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应。你想听什么经，想学什么经，你所听到的就是这个经啊，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，每个人听的不一样啊。同样学一部经，浅深不一样，我听的比较浅，你听的比较深，那是你的程度比我高啊。弥听弥陀六尘说法，都是奇迹奇理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啊。到极乐世界好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这个肉身的，法性身的。我们这个身是法相身，是物质。极乐世界的身不是物质，是法性。啊，法性什么？不需要营养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茶水。不需要睡眠，所以你那个用功真用到底啊！你没有障碍，你不需要睡眠。啊，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，就在当下了，当下即是。啊，这么好的地方，一切自己所需要用的都是随心变化。我想要房子啊，房子就现成的，你就坐在房子当中。我想要树下，那就在一棵大树下，完全是心想事成啊，真正是没有虚言的，心想自成的，想什么现什么啊，自己也一样，想佛身就现佛的身像，想菩萨身现菩萨像，想人天身现人天像，有能力分无量身啊。分身干什么？除了供佛修福文法之外，还可以帮佛教化众生。那个佛国度里头肯定跟我们有缘，我们过去是曾经在这住过，还有很多熟人啊，还有很多各种不同关系的人，只要是有关系有缘，你就能度他。为什么？你说话他相信你，你现象他欢喜，这就有缘啊。没有缘的就没有感，有缘的有感就有因，你就能因。所以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，上求下化了，你同时可以做到
啊，这极乐世界的殊胜，发大乘心的人更容易。大乘心的人没有自己，啊，有自己的凡夫心，有自己不肯理他的小乘心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所以经上都劝我们发菩提心，大乘。啊，那么这个解释的好，以本乘。宗法大乘心，求生彼故，在彼国中得罗汉矣。即便求大，回小向大。坛暖道卓诸祖圣洁，宜引路于此。啊，就不再多说了。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全是菩提心，全是大乘法。啊，生到彼国，在彼国中证得阿罗汉，他马上就会。回小向大啊，为什么得佛力加持？环境对人的影响很深环境是怎么造成的？社会大众造成，今天最明显的舆论造成的，文化造成的，这文化是负面，不是正面。那么极乐世界全是正面，没有负面。啊，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，全是大乘菩萨乘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下辈，下辈因行也分三个小段。第一，发心转念，看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做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他没有能力，没有机会做功德。啊，我们讲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他做不到啊。这就是下辈。啊，要怎样呢？要发无上菩提之心。先，这个菩提之心，用偶耶大师的说法就最好了。真心有极乐世界，真心有阿弥陀佛，真心念佛能往生，这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这就能生了。注释里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注解，下辈生者有三个因缘：第一，发菩提心；第二呢，一向专念；第三，至诚愿生。啊，与中辈比较，
只是不能做出功德。啊，对于积功累德，他没办法做。我们看第二个小课，啊，阴险里头，第二个小课，信要不疑。经文：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。这是很重要的两句话。要欢喜，真心，没有疑惑。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啊，易行难信啊。啊，易行难信，难信，不怀疑。啊，注解里说。欢喜心要不生疑惑，即生念必生缘。重点智性心要，生念必生是第十八愿，四十八愿的核心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殊胜到基础，一切诸佛尊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凭什么？就凭他生念必生这一愿，诸佛菩萨没法，他法了，他法了，诸佛菩萨要不要再法了？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诸佛菩萨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他法就是我法，自他不二嘛，所以不必再法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已经有了，极乐世界多大？遍法界虚空界，虚空法界有多大，极乐世界就有多大。所以这是不思议的境界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！啊，那怎么样呢？只要真正肯相信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。我们念佛往生，本是释迦牟尼佛保送啊。那一边阿弥陀佛在迎接，这一边释迦牟尼佛保送啊，哪有不生的道理啊？哎，这个要懂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我们再看这第三个小段，也是两句，至诚。愿生以至诚心愿生，其果真诚到其处。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想什么？想极乐世界，想往生。干什么？信愿持名，我就干这。目的求生净土。去干什么？去成佛度生。我到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了佛之后，我跟诸佛如来一样。广度众生，我们跟佛的心同心，愿同愿，行同行，啊，我们是一个道路，一条道路。其他都是假的，全部放下。我们没有其他的，我们只有圆满的自信，
圆满的心得。啊，自信，万德万能，无量智慧。我回归自信了，在经中叫回归常寂光。啊，回归常寂光才是真真正的究竟圆满。我们跟常寂光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至诚愿僧就是观经的至诚心与回向法愿心。前面这四个字是观经里面的至诚心，后面这一句愿僧其国是回向法愿心。且三辈往生都是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是故净言疏曰：然此三辈仍未随书，至欲往生，其须发心求大菩提，专念必佛，回向法愿，方得往生。这几句说得好啊，引隋朝圆公大师的注解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一疏啊，这里头说的这个地方的三辈人地位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想往生通通需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经文上清清楚楚啊，通通都有，所以回向发愿才能往生啊，没有回向不能往生，回向不发愿不能往生，发愿不回向也不能往生啊。观经上的至诚心、回向发愿心，这是什么？这菩提心啊。啊，菩提心想三个，他只说两个，当中省掉了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。啊，第二个身心。啊，菩提心想三个：真诚心、身心、回向法愿心，这是观经上讲的菩提心啊，大乘起心论上所讲的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一样的，跟这完全一样，它叫真诚，这叫至诚啊，是一个意思，真诚就是至诚，至诚就是真诚，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。自受用是身心，身心身心心，心没有一点怀疑，身心有极乐世界，身心有阿弥陀佛，决定没有怀疑啊。后面回向完，我想往，我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想见阿弥陀佛啊，坚固的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时时刻刻在心里，除
除这个念头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念头。为什么？其他都是假的。把假的放在心上，心就坏了。心是个假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假东西。这个世界，物质现象假的，精神现象、念头也是假的，自然现象还是假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《金刚经》好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别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。除这一念之外，没有第二念，这叫真念佛人呢。啊，那刚才讲集诸功德，啊，集诸功德，这功德有能力、有缘分要做，没有能力就别做。啊，没有能力、有缘分都不必做，有缘分没有能力也不能做，所以条件要具足啊。那我们才可以做啊，条件不具足不能做啊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过去我们讲过两次，啊，第一次讲的在台北，我记得智莲精舍啊，是居士的道场。没讲完，以后出国了，就中断了。第二次讲的在新加坡，也没讲完。我们的语言有了变化。啊，不能继续讲下去。我们离开新加坡到澳洲来了。啊，来的时候我们还继续讲这部戏。我讲到85岁，75岁我到澳洲来。啊，还续讲了10年。85岁不行了，看经太长了。啊，我放下，改讲《无量寿经》。为什么？《无量寿经》是中本华严，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华严。啊，那就感觉它是。没有人学华严了啊！我们讲只能留一套光碟给后人做参考，没人学了啊！自己觉得往生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不一心一意求往生，我们这一生会空过，那个损失就太大了。啊，所以改变，啊，这个改变还是在一条线上，我们走了近路。
啊，如果真的有人想学，学华严，学楞严，啊，学这些大经大论，啊，学法华，啊，一个人，我们也要帮助他，虚佛慧命，这就是积功累德。那么底下一段，往生果德啊，有因有缘，说过了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？经上说得很好啊，我们看经文，此人临终，你看梦见彼佛，业得往生，功德智慧，此如中辈者也。啊，这就是没有眼睛，睁着眼睛清醒，看到阿弥陀佛来了。啊，往生的人能看见，别的人看不见。啊，他会说：“我看到佛了。”啊，还有看到哪些人？还有菩萨，还有出家人，啊，还有认识的熟人。啊，他们早年往生的，现在跟阿弥陀佛来了，来迎接了。这中辈以上的，下辈。就没有了，下辈是梦见彼佛啊，梦中见到，像做梦，不是睁着眼睛看的，闭着眼睛，像梦中啊，他会告诉人，我看到佛了啊，闭着眼睛睡觉，刚看到佛了，佛来接引我。功德智慧比中辈次也的注解里头告诉我们，梦见彼佛，下面两种解释啊，解释的不一样。第一个，望西大师说，先是梦见，临终时是眼见佛。苏说三辈居有梦见眼见故啊，三辈都有，先是梦见，你睡着了，梦中看见，醒过来了又看见了啊，这梦中跟清醒过来都见到啊。觉经中说上辈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，即诸菩萨阿罗汉，其人受命于中时，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。共犯非行淫戒啊，这上幡子上有个共字，共是共同啊，这是说这个人快宗临终的时候，无量诸佛，佛跟菩萨阿罗汉都飞行，飞在空中飞行来迎接他，有这个现象。那么中辈呢，也同梦见彼佛，往生先兆，临终来迎，本愿深依啊，故居隐游。若无佛言，本愿虚设，那就讲不通了啊。四十八愿里头有佛来迎接，
那佛一定会来的。如果没有佛来，这一愿是假的了。啊，四十八愿是经宗的大根大本，绝对没有一句假话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说明，往生的人在往生前几天做梦，啊，或者是前一天，或者是前两三天，啊，甚至于还有七天，往生前七天梦到佛来接引，啊，临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佛来接引，啊，他能看见，别人看不见，他能把当时情形说出来，啊，别人听到了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绝对不是说他临终之前，临咽气之前还打妄语，还骗人，没这个本事。啊，有这个本事，那也很了不起。啊，不可能。所以临命终时，他所见到的、所说的都是真的。啊，那么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多半见了无常大鬼。见到白无常、黑无常，啊，来带他去，啊，这也是真的，啊，那是无常来抓你的时候，都是你还有一点功德。为什么小鬼不敢碰你？如果你没有功德，啊，没有善行，这个善业。小鬼抓你去，这都是一般的现象啊。现在有啊，哪些地方有？医院、啊，我过去有个同学，他在台湾台北荣民医院，荣民医院他的职务好像是住院组的组长啊，住院的时候要通过他那里，在他那里办手术啊，他就告诉我，鬼里真有，一点不假，医生护士像他们人都见过啊，只要看到哪个病房门口有无常，白无常、黑无常出现，有无常，这个病人不会超过三天就走了啊。现在以后跟我学佛，这人也往生，姓胡啊，我们抗战期间在中学同学啊，不是假的，不骗人的啊，去梦中见佛。那么究竟中辈里面讲，我们念了一半啊，底下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若无佛言，本愿虚实啊。然经文中说，无来言者，且为分别三倍差异，为上报成佛，中辈呢是化身佛，下辈是梦佛啊，梦中见到的佛。这些话是以舌言之，
我们就事实上来说，梦见之后可见佛影啊，梦是预兆，佛可以实现这个预兆给你，把消息递给你啊，告诉你什么时候佛来迎接，有这种预兆的啊，有这种说啊，梦后梦见之后可见佛影啊，故观经说化佛来也，卧人上耳啊，宽善人也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很有道理啊，上平生的人累积的善根功德大啊，所以梦见都是诸佛来迎接啊，无比的殊胜啊。那么中品就差很多了，是小乘的，也是发大心啊。至于下品，下品里的有我人，观音上讲的无逆是我，临终遇到善知识，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，他相信，他不怀疑，劝他念佛，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念，这是恶人，不是善人的。 有很多例子 啊，有一生没有修过佛，就是临命终时，我们在美国就遇到这个例子啊，华福佛教会83年成立的，找我去，我担任他们的会长，第一届会长啊。那个地方有个居士念佛念得很好啊，遇到当地也是华侨，开个面包店，周叫周广大，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啊，临终他得癌症，医生告诉他寿命就在几天，没办法救了，让他带回去，家人在找这个有没有办法救啊，就找寺庙，找这些通神的，找的也找到我们，我们就派几个同修到家去看他，真的是没法子救的啊。所以我们有个同修就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，说念佛好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得解脱了，他就相信啊，这个难得啊。所以他就叫他家人不要再找医生了，不要再找什么药治的，不要，大家通通跟着我一起念佛，三天三夜念佛声中走啊，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啊。这是我们自己遇到这个例子，他开面包店啊，在华盛顿特区啊，以后这一家人都修佛了啊，看到这么殊胜，所以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这后头这一句是卧人上耳，宽善人无啊，坐卧不善他都有这样的感应，何况
善人。啊，下面念老还有详细给我们开示的，是吧？按上面这个论点有三：第一个，必佛有临终接引的本愿，若于下辈不来引起，则有违本愿。啊，四十八愿第十八愿，那就违背了。啊，观经下品，通通是恶人，佛都来引起，精进下辈统统是善人，哪有不来迎接的道理？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汉武两种译本，上中二辈，居先梦佛，然后临终见佛，故今下辈夜宴如是，是故本经为梦见言其前者，观经云见佛，指其后者也。啊，观经里面讲见佛是指后，这个本经里面讲梦见是说以之前，前面啊，见佛前面先梦佛后见佛，这个说法也有道理。他后头举了几种说法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